看他的妥协了。我的妈呀，谁让你真好看，再回头。我突然想起来牛那个学那个呢。这有草莓，你学一下。过来，今天是个柴翔。啥？啥柴翔？还是年前平台寄的。西瓜直播，祝您春节快乐。哦，这个是西瓜直播，平时是视频。丢丢。我大概能想想我觉得啥了。啥？这么轻，又不是吃的。啥啥啥？哇！你怕啥呀？粘都泡圆了。粘都泡圆了咋了？这也是礼物啊。你是礼物啊，但是你都没有及时拆，你还挖个屁。但是我还是满怀期待啊。正好看了。嗯。这个大空子。2021，牛气冲天。你这特地躲的。我连柴都不能柴，你把女人最幸福的一件事情给抛弃了。这啥？赶紧引箱加湿器。哇，好看好看。哦，哇哇，这是什么？春天都来了，这厚袜子你也没有穿。这谁会穿呀？这都会留个纪念。好想你加湿器啊，嘿嘿，叫我看看正面，哇，好好看啊，嘿嘿，可可爱啊，啊，像个小复古摆件一样哈，嗯，对，那小电视，这把湿，看看，哇，加湿器，哇，我好喜欢这种柴箱啊，像盲盒一样哈，对呀，啊，锦旗好多呀。这是隐形，哇，这隐形长得也好好看，给我看看。嗯，比上咱爸带走那个好看多了，真的。洋气啊，嗯，可以随身携带，那个大一点。西瓜视频，这还有没有？还有。估计是空包的。哇，好好看！是咱过年给他们发的。对对对，应该用这种，给我看。对，好看。哇，是了。这是李玉露，这个太忙了，这个应该用得上。没有了吗？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哇，这有意思哈，这些都，就这个东西，什么加湿器，往那里摆都好看哈。对呀，啊，这是小摆件，好好看啊，这可好看。是的。这在那，喂，哎，我操！我以为这得用上那个闹了，上充电了，咋会了？它这属于那种移动型的啊，哦，方便。我去，可以，洋气了，洋气了。小的少见多怪了，蓝牙模式。来，放个音乐。哎呀，丢丢，可爱死了。丢丢天生就是为了卖萌。很像那个 FM 收音机哈，那种音质，就是复古的音质哈。哔哔哔哔，我是一号加湿器。这不机器人了，这。我好喜欢这个，其实扭扭肯定也喜欢，他特别喜欢这种小东西。整理下一次。我也挺喜欢的。这叫多人所爱，我这叫人同格爱。可以。